哎，Hello，一杰哦，那个你的信我看到了哈，你说那个加拿大天气很干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擦？可以擦一点 urea 尿素软膏，买得到吗？我会叫你姐姐送你一点，我会送你一点，你再试试看，好吧？叫尿素软膏，4到5%的尿素软膏可以保湿哈。那奥托巴浅一点的哦，A 的 A 酸可以的，但是深一点的大概就要另外再开刀吧。我这个回台湾再跟你谈了，好吧？凹凸八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单纯了，不要去乱搞哦，哈！这是花钱又好不容易痘好了，又开始长回来，好吧？好，你知道那个 H 晚上吃一颗就可以了，SP 吃一颗，早上吃一颗就可以了。条金片哈，所以就是条金片，SP 早上吃一颗，H 晚上吃一颗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应该好多了吧？我猜，理论上会好得非常好才对哦，哈！